本草苗乙。文本扫描仪，怎么要用这个嘞？文本扫描仪，还有解除安装有强制停止，这要做什么？QR 码阅读器呀、哦，我妹妹，条码扫描器呀、哦，要条码扫描器，手机那个 LINE 程式就可以产生了，LINE 的程式就可以找到那个条码扫描器呀、还有易经入门呢、哦，还有中医入门呢、哦。哎呀，怎么手机应用程式有这么多种？竟然有易经入门、中医入门呢？又可以学的真多啊！但是有的程式都会有那个广告内容，广告内容呢？啊，要学的真多。中医入门，你看简体字的，很多都可能是中国大陆那边制作的。简体字的，中医入门，还有中医穴位的嘞，手机程式 APP 哦，还有中医药方哦。你看中医百科中药。中医啊，经络穴位，中医经络穴位，针灸的，中医百科针灸的，内容真多啊！那到底是要怎么用呢？不知道怎么用呢。没有呢。你这个要怎么用？松鼠广告，拍摄震动，音键、音量键呢？那 QR 码阅读器呀、啊，这到底在做什么？我按了什么？我按了这个叫做文本扫描仪呀、啊。文本扫描仪是希望把那个文件。变成那个数位文字啊，可以剪贴贴，复制贴上啊。哎呀！怎么就跑到这里来接？结果怎么用呢？QR 码阅读器也有在安装啊，这到底是在做什么？相片、媒体和档案，很多手机程式 APP，
要开始使用都问，要允许存取装置中的相片、媒体和档案吗？你不按允许呢，又不能使用。诶，对，那个是公投的，拍那个公投说明，拍公投说明，这什么？这八卦呢？这64卦了，8卦，上面八卦，下面八卦，八的平方64卦，组合的图。怎么会跑到这边来？开这个实体图片，选一个试试看。后面很绿。出呀！道理，那要不对文件的话，把你变成可以用的简析呀，那种数位文档，那你怎么办呢？我要告干扰。可能内容很多，都要处理很久。这个手机哦，要记忆体要够大了，才有办法做这事。人下载安装手机程式 APP。都有的，比如说对着花草树木来拍照辨识，那个叫形色 APP，形状的形，色彩的色，形色 APP。那不是那个是基于手机，还很困难下载安装。现在这一台是4G 的手机，安装了很多种手机应用程式 APP 啊。哎呀，真的厉害嘞！这个是针对那个2018年11月24号要投票有关那个公投的部分，公投的部分，那个政府机关可能是区公所送来的那个资料，把它拍照，现在用这个手机应用程式。把那个照片档里面有文字的，把它转成可以复制贴上的。哎，真的嘞，真的可以复制嘞，可以贴上嘞。但是有没有很标准？有没有错字呢？意图妨碍或扰乱公民投票、按投票、开票预留、毁坏、隐匿、调换或夺取投票轨、公投票。投票权人名册、投票报告表，这都对的。到现在看到的都对。开票报告表、开票统计或全选工具者，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将领得知公投票悉出场外者，处1年以下有期徒刑，拘役或科新台币15,000元以下罚金。在投票所4周30公尺内喧嚷、干扰或劝诱他人投票或不投票。经警卫人员制止或仍继续为之者，处1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科新台币15,000元以下罚金。违反第21条、第2项规定或有第22条第1项各款情事之一，经令什么什么。哎呀，有没有办法全选？按右边。对，真的可以全选呢。
哎呀，真好用哎，真的，哎，哎呀，这么多了呀，上面还有呀，哦，下面还有呀，哦，你看，这个字可能错了，应该是票，妨碍投票罪，所以哦，他那个大部分都对啊。目前只发现了一个字错，哎，真厉害！那怎么存在哪里去呀？